国民汉字须知，带您学汉字学好字。本周我们又要到哪里去学习什么字呢？这个大海这么多的水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讲到这个虾啦、蟹啦，却没有水字部。生活在水中的螃蟹跟虾子，为什么没有水字部呢？你知道吗？古鸡呢？应该是这个足在一个折，因为一边在那个踏过这个古鸡的时候，因为太厉害了，所以应该用到嘴巴发出那种字字字的声音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解说还不错哦。古鸡的鸡字由来真的跟 Po 说的一样，是古人发出的赞叹声吗？我们今天来到这么有历史的地方，历史人歹意被安抓够啊！我也露馅了，我台语也不好。想知道更多的汉字知识吗？敬请锁定每周日中午12:30，《国民汉字须知》。